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日本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科技巨兽索尼随身听改变音乐世界；二、动漫风暴龙珠横扫全球少年心；三、政治变局安倍晋三成最长任日本首相。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科技巨兽索尼随身听改变音乐世界。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科技迷，以及那些偶尔在地铁上无意间用耳机线勒住自己的不幸灵魂们，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那个改变了我们听音乐方式的小玩意儿——索尼随身听。想象一下，这是一九七九年，当时的人们要听音乐，要么是在家里放着那个巨大的留声机，要么就是在车里听那个只能捕捉到几个电台的收音机。然后，就像一个科技界的魔术师，索尼拿出了他的神奇小盒子——随身听，正式名称为 Walkman。 这个小巧的设备让人们第一次能够在外面随时随地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这简直是当时的科技界挪移魔法。随身听的出现不仅仅是让人们的耳朵解放了，更是让音乐产业和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开始在公车上、在学校里、在运动场上戴着耳机，这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时尚潮流。随身听就像是一个个人的音乐气泡，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创造了一片自己的私人空间。当然。 随身听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现象，比如随身听效应，这是指人们因为戴着耳机而变得不那么社交，有时甚至在街上撞到别人也毫无察觉。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小事一桩，但在当时，这可是引起了不小的社会讨论呢。索尼随身听的成功也激发了整个行业的创新，从卡带到 CD，再到 MP3 播放器，直至今日的智能手机和串流音乐服务，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小小的随身听的革命性创新。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音乐本身的创作、分发和消费模式。所以，下次当你在使用你的智能手机、用蓝牙耳机听着高品质的串流音乐时，不妨回想一下那个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小盒子——索尼随身听。它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巨兽，一个改变了世界的小小巨人。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动漫风暴》《龙珠》横扫全球少年心。 各位同好，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曾经在全球掀起狂潮，让无数少年少女热血沸腾的文化现象《龙珠》（Dragon Ball）。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动漫界的超级赛亚人，不仅力量强大，而且魅力持久。《龙珠》的故事始于一九八四年，由日本漫画家鸟山明所创作。他讲述了一个名叫孙悟空的少年，从寻找七颗能够实现愿望的龙珠开始，逐渐成长为宇宙最强战士的故事。 这部作品混合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元素、武侠、科幻和传统的日本漫画风格，创造出一个独特而又引人入胜的世界。《龙珠》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除了其精彩绝伦的战斗场面和深刻的友情、努力、胜利的主题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秘密武器——变身。孙悟空从最初的小毛头到后来的超级赛亚人，每一次变身都伴随着力量的飞跃和形象的改变，让观众们惊呼连连，仿佛在说。 这次又要超越极限了！这种设定无疑是激发少年心中无限想象的绝佳燃料。而且，《龙珠》中的角色们每个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背景故事，从悟空的死对头后来成为挚友的维吉塔，到那个总是在关键时刻拿出新道具的布尔玛，再到那个总是死而复生的克林，每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龙珠》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漫画和动画的范畴，它的游戏。 玩具、服装等周边产品遍布全球各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标志。甚至有人说，龙珠不仅是一部作品，它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和象征。当然，龙珠也不是没有争议，它的剧情有时被批评为拖沓，战斗场面过于冗长，但这些都不妨碍它成为全球动漫迷心中的经典。就像孙悟空的气一样，龙珠的魅力似乎永远不会消散，总能在新一代的少年心中引发新的动漫风暴。总之， 龙珠就像是一颗永不衰竭的能量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它都能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去超越自己的极限。而我们也许就是那些曾经被龙珠激发过的少年，不是吗？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政治变局，安倍晋三成最长任日本首相。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位日本政坛的常青树，安倍晋三。 他不仅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就像是一部日剧，充满了起伏和反转。首先，安倍晋三的政治血统可谓纯正，他的祖父岸信介也是日本的首相，而且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安倍晋三似乎注定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安倍晋三首次成为首相是在二零零六年，但由于健康问题和政治压力。 他在短短一年后就辞职了。这时候，很多人以为这位政治明星的故事就此落幕了。然而，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他在二零一二年强势回归，再次成为首相，并开始了他的长期统治。安倍晋三的政治理念可以用他提出的“安倍经济学”（又称“三支箭”）来概括：大规模的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和结构改革。这些政策旨在将日本从长期的经济停滞中拉出来，虽然效果有争议。 但至少在股市上，他的政策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外交政策上，安倍晋三推动了更加积极的安全和防卫政策，包括修订和解释日本和平宪法，使日本自卫队的角色更加积极。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也展示了他对强化日本国际地位的决心。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也不乏争议和风波，包括一些政治丑闻和对他政策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的政治技巧和韧性使他能够在日本政坛上屹立不倒。最终，安倍晋三在二零二零年因健康问题再次辞职，结束了他长达近八年的首相生涯。他的政治遗产和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将会是后人研究和讨论的话题。总之，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就像是一杯日本清酒，有着复杂的风味，既有人们称赞的甘甜，也有批评者指出的苦涩。不过，不管怎样，他都已经在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聊了三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索尼随身听、龙珠和安倍晋三。这些话题看似离散，但却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引起了颠覆性的变革。首先，索尼随身听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听音乐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聆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音乐产业的发展。 当我们使用现代的智能手机和串流音乐服务时，不妨回想一下那个小小的随身听，感受一下它带给我们的改变。接下来，我们聊到了《龙珠》这部作品，无疑是动漫界的经典之作。它的战斗场面、友情和努力的主题，以及变身的设定，都让它成为了一个世代的经典。无论是当年的少年少女，还是现在的动漫迷，都无法忽视《龙珠》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最后。 我们谈到了安倍晋三，这位日本政坛的常青树，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起伏和反转，但他的影响力却是不可否认的。他的政策和外交举措对日本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三个话题虽然看似不相关，但他们都揭示了科技、文化和政治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科技带来了改变，文化引发了潮流，政治塑造了国家。 作为现代人，我们不仅要享受这些变革带来的便利和乐趣，也要关注他们背后的影响和问题。内么，现在我想问问你们，对于这三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如何看待索尼随身听的革命性创新？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被龙珠激发过的少年少女？你对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有什么评价和观点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